我们这局玩什么？我这局不知道呀。这局来个小明加罗怎么样？我烫你个猴子！是吧？别人死命 C， 你要把他当工具人。我们来个小明加那个。小明吗？加罗怎么样？要不我要，都行。你要选什么？你们要选什么？先你要不你先选。我这小明胜率很高的，我跟你讲。哇，可以。现在不是你有小明可以的，可以。信得过我。还是你们两个打下路吗？我们打下路吗？还是我们打下路吗？完了，蓝怎么放出来了，兄弟？没事，不管他。不管他吗？可以。可以，那我必须虞姬了，好兄弟，虞姬，虞姬很强，那我必须法师了，可以，你这来个干将嘛，证明一下，证明一下子，对，这把那个后羿随便乱杀了，后羿随便乱杀，嘎嘎乱杀，可以嘎嘎乱杀，又什么又是白起啊，这该不会又是刚才那一对吧？又是白起，不会等会又来个辅助东北吧？这怎么办？带进化吧，完了对吧？如果真的是辅助中回的话，我们没复活。完了，那不无了吗？这我拿的什么？快点，让打野。最后来个猪八戒上路。想看什么？还可以点的呀，这个野王可以啊。赵云。想看什么？赵云。那最后选了韩信。韩信10-0/10，还不明白吗？装起来了。上马不就是跟我们打的？装起来了。他这个10-10上马不就是跟我们打的？对，好像是的啊。可以，他十个人头嘎嘎乱杀，好吧。五楼靠你了，嘎起来。感觉他韩信应该比露娜牛逼。好像是的。你丝毫，他韩信牛。他韩信是还可以。对面有个蓝的，听说玩蓝的都挺厉害。嗯。他们情侣啊，吃吐司姐姐。我盯着小乔杀兄弟们，好不好、啊？别！我盯着小乔杀，看谁杀的小乔多。不能这样。这太狠了，太狠了。杀那个蓝，这是对的。我们身为人界选手，不能这样嘲讽人了啊！我们要雨露均沾，可以。如果没手法，就不用。他嘲讽起来了，完了，他要挨毒打了呀！等一下，我们挨打了，他说对面哪个嘲讽了，我们一起把韩信推出去。他说的。他说的，我们都没说。我没说，他说的。不行，我这个一技能有点不准。我没说。要不我们越满吧？可以越满，我感觉我伤害不够啊！蓝，搞一波蓝。啊，下路两个人，我们三个人。不行。来，打野。不行吧，这样不好吧？你这样，韩信他等下不高兴了呀。哎，那不合适吧？因为绝对的经济，我们怎么碾压对面？我觉得你这说的也是，快，都是一家人。OK， 一家人。一家人。啊，怎么没想到？行不行啊？我感觉你要死了呀！我，完了，他交闪了，好兄弟。没事，可以换。我换了个寂寞，我点不过呀！啊，可以，还好，干将，漂亮，可以，这个韩信乱秀，哎，好像我们不拿他那个野怪，他四级，他这波乱杀了呀。对，我的，我的，可以，哇，你看他这波，他到四级再杀是吧？那个鸟完全不影响他操作啊，这个韩信，太溜了。那我不影响他的操作。就这么强啊，这个韩信。嗯、就这么强，拿他两个野怪完全无所谓、啊、他又开始操作了呀，这个韩信。可以，乱杀。哎来，操作。细腻啊，韩信。
六啊，可以可以。得帮忙喊去打一下，打一下，打一下。这都不需要我们。不需要我们，他喊都不喊我们，算了算了，不跟他玩，不跟他玩，我们下面。我们给他加油就行。对，我们给他呐喊呐喊呐喊。还行，随便吃随便吃。我们给他加油，为了加油，加油。再下一下，再下一下。也，这个鸟，这个鸟，这个鸟。我感觉他也赶不过来，我们把这个鸟分了。是吧？我也觉得这个韩信应该是有那个操作的，刷自己家野应该不会的。我们把红先留给他，待会我们再。可以，我也这个行。哎，他大空了呀，他大空啊！完了，蓝，有事吧？有事吧？哎呦，还可以，韩信冲，韩信乱秀，完了，韩信死了呀！这，哎，不是，这怎么还有一个？完了，我完了，我点不动他呀！啊，我真的太刮痧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猪八戒不过来，是吗？我们去。怎么说？不行，我下不他，我可以。我有那个了，会干扰了。你有干扰吗？但是白起有大呀，他又给了我一剑，他又给了我一剑，能怎么搞？完了，我被拿捏了。你要不走啊？韩信来了，我忍不了了。漂亮，韩信。六，完了，韩信我。OK， 问题不大。他又上了呀，韩信又上了。射手，大赚。我已经感觉到。可以。那是亲情的力量。家人的爱情力量。怎么讲？我开大了，完了，这感觉韩信不在，我们不能乱上啊，冲动了，中路线还是能，这一波韩信让我们打出错觉了呀，好吧，别走中路线，我要吃下路线。 OK， 没事，感觉很稳的。啊，不，下路就两下塔，我很想摸掉，我不摸掉这个塔，我实在是难受啊。我们跑快点，先逃离人，追那么一手，好吧？可以，等，我好像还是不好打呀，那个白起，哦，白起不在了呀，你有干扰吗？你有没有干扰啊？有没有干扰？哦，他不在，完了，韩信要自己操作了呀。都没大吗？我对韩信，救我！666，韩信六不见了呀！不行啊！感觉他这个他还没刷起来啊！他多少经济？他现在经济不是很高，他3600啊。得让他吃一下，这个蓝八个人头了呀。对，这个蓝。没事，这个韩信把那个后羿当人头，当兵刷呀。哎，他掉了。可以，要不中路压波塔吧，中路压波塔吧，那个兵留给他。烧没血回家。OK。我也打。行不行啊？我怎么感觉我打他这么刮呀？蓝。能操作吗？哇，猪八戒操作了呀！哎，八戒怎么被带走了？快走呀，好兄弟！完了，八戒倒了！我靠！这八戒六啊，兄弟！哎，我这个寂啊，加了个寂寞闪现，我的！六，我推中路塔，推中路塔。中路能推，就一个蓝。
给他点压力，完了就白起，白起有大，白起有大是吗 ？OK OK， 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对，白起有大，白起有大。看韩信，看韩信，韩信的操作，兄弟们，韩信的操作。我们塔一个一个退，一个一个退。OK OK OK， 上路我来了，好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没有干扰，没干扰。那行，那行，那稳一手，稳一手，稳一手，稳一手。没有没有，这来没来？那应该我们直接点吧，直接点吧。哎，他在的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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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伤害起来了，我伤害起来了，我感觉我自己不是那么瓜了。OK OK OK。OK OK OK。能再推吗？我们干点啥？我们就是反正干点啥。我也不知道我们干啥呀，搞两波野吧。这经济好干净啊。中路中路中路，一起吃一起吃，好兄弟，一起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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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可以可以，韩信又是把他当怪刷了呀，牛啊韩信，哇这韩信真是高手啊，高手高手，手法韩信的，我快快快防撤一下，怎么说怎么说，我们行吗？我们还能低调吗？韩信都已经这样带了，不低调了，八戒也在，怎么说怎么说？啊，六啊！后面没蓝了，这里有蓝，这里有蓝，好兄弟，这里，快！快快快 ！OK OK OK， 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嗯。下路我准备推了。我疯狂推，怎么说？我给你带。好兄弟，我操作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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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必须的必须的。哎，我突然有点，我突然有点忘记我要出啥了。哎，快点快快点，好兄弟，他走了。OK OK， 快疯狂，完了，韩信操作了。哎，人多，撤，打不了了吧？嗯，稳一手。好，我先跑了，完了，八戒走了，完了，八戒没了。哎呀，啊，可以，韩信在后面断后，完了，韩信没了。快走，别打了。哇，秀一手了，秀得好，可以，你这波立大功了呀！对，终于单杀了一次。可以。能签上吗？差不多到吧，签不到。我拿个红，拿个红。拿红，稳一手。三个经济吧，三个经济。别测那个灭视。再做。灭视，什么是灭视？默示。我上了，我上了。你能不能牵他一手？好了，他死了。Nice。这后羿心态要炸了。等一下，我看看我搞个魔女吧，搞个魔女。我不搞魔女吧，我给你出个那个通知。哎，可以啊，他是送，哎，我在送，哎，好兄弟。快走！完了！哎，可以，八戒操作了呀，八戒。哎，他辉月等死啊！这可以，他们兵线不好，把这波打赢了一波了呀。操作他六啊！完了，这一箭中了。啊，中箭了！快救救他，八戒！快走！哎，乱了！快点呐，快点走啊！八戒打不过的。完了，八戒走了。没事。稳一手。等我拿个红。等一下，我好像这个心智配饰那个，还是聊骚吧。
完了，韩信中箭了，好兄弟，韩信没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出事了出事了，兄弟们。干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把别人带走了呀。完了完了，干将没了，干将没了，能救吗？能救吗？完了，蓝去了，那应该是没得救了。怎么讲？怎么讲？怎么讲？现在。完了完了。我们刚刚说好要杀蓝的蓝的，我感觉我们好像打不过这个蓝了。我不刚才说要杀蓝的，打不过蓝了。所以我们只能欺负欺负后羿了。那就欺，那就欺负后羿吧，感觉打后羿有希望。哎，他又开始搞我呀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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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起来了，我操作了，我操作了，救我，挡住我，我操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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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操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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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也没了。没事，可以可以，后羿要过来了呀！哦不啊，韩信韩信韩信，完了完了完了，韩信韩信，不行啊不行啊，我们带兵线。OK OK， 不用给我打，我这边能吸。那我给专家来打。我吸了。不对，我应该留大，留关键时刻我们保命的。把他塔给拆了。可以拆塔拆塔。完了，八戒中箭了，八戒中箭了，兄弟们！哦，八戒活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还是跑掉了的。我给两箭，我给两箭，等我消耗，好吧？等我和干将消耗。你们一起消耗，你俩一起消耗。对。我们两个一起，你一箭，我一个打，感觉就能死了。可以。那你注意看我的一箭。哦，没中。没中人。下一件。哎，快跑，好兄弟。没事，我在这。OK。下路。有万军从中，甚至鸟从我们三人之中跑穿过去。我也干扰了这个。啊，你搞个蓝的，你拿蓝，干将，快，完了。那我拿了，啊，算了，我不拿了。没事，你拿。你小心啊，小心被按住。我叫大傻，没事。完了，猪八戒中箭了，中的好啊，八戒中的好。666，这个八戒立大功了呀。上一件，八戒逃功。我也干扰。八戒就站在前面呢。我也干扰。哎，这个蓝。我疯狂操作，好兄弟！哎，这个蓝，哇，他疯狂刮呀，好恶心呐！我没血了。哎，我人没了，我蒸发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死的。一波了，好兄弟，一波了。还有个谁啊？还有个吕布。完了，这好像吕布能把兵线给清掉，能拉进去啊，漂亮！操作啊，说走吧，姐走了。啊，你卡住自己了，姐。这猪八戒笑死我了。没事。他在养自己。可以，这波堵住后路是到位的。哎，我们把龙打了。拿龙。拿龙输了。韩信哥哥打龙，打的高冷。来，我去拿个红，拿个红。这不弱啊，弱啊！咱们这个武都好强啊，那必须的。直接拿。我打龙，我不能卡，射手卡，我不能卡。OK， 我再打。好的。拿蓝。这个我可以拿那个蓝吗？我估那个蓝估计有点危险了，那个蓝。没事。我给一件。哇，漂亮！哎，不，那个怎么说？哎，韩信不在呀，完了，八戒冲了，八戒，你是不是应该回来一下，八戒？没事。
完了，有事有事有事，我们卡在那里了呀！可以，韩信来了，韩信乱杀了。哇，你这几剑打得漂亮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操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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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牛啊！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，哇，这真是精彩绝伦的一波啊，兄弟们！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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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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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配合没话说了，兄弟们。我们这我出了个电刀，赶超他干嘛？无尽啊，无尽电刀砍起来！六！啊，谁晋级赛了？我晋级赛。谁晋级赛？可以，晋级赛。钻石，有人要钻石了呀，好兄弟！这三楼都快王者了，来，来，不是这二楼没准备啊，这个，兄弟们，他要走了，他要撤了呀，好兄弟，完了，别再打一圈，有人晋级赛了呀，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能走呢？最后一把，好兄弟。来，最后一把，别打了，站好了，站你们好友，站好友，他这个性别是女呀、啊，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你性别也是个女人，我真的是再也不相信这个性别了呀。我也是女的。啊，看到了，那这个东西应该是，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一个好看的这个东西，好吧。我今天胖哥哥让哥哥带我背。OK， 我懂了，我悟了。身为胖哥哥，哥哥。他人呢？完了，他不肯开了呀，野王要走了呀。我都叫你野王了。野王准备了，他准备要搞一波，他是搞一波了，可以。好，这个晋级赛，兄弟们，六分钟拿下，好吧？六分钟拿下。嗯。晋级队是不是有点难？不过没关系，野王万岁，野王万岁。我们这队伍这配合，这回把那个团战打的，看见没有？那必须的。虽然我和这个射手倒在了血盆之中，还幸好有你们。幸好干将，我看到那几件十件乱戳，都戳没了。对，干将，我记得你，是我盯着你的操作在，我死的很早，好吧？没死，好的。好的。先倒了，但是你们在里面。可以的。那不行，这有点占我便宜啊！这不是爸爸带儿子打游戏。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行啊！别鲁班了，完了，不行啊！野王说不能鲁班了。别管他。OK， 完了，他选这个呀，他选李白呀，完了。没事，没关系。完了，这个人他。啊、哦，行，我怕他一手理性出来，我感觉我们凉一半了。但是我这个卤蛋大师玩的不怎么好。啊，我这个卤蛋也马马虎虎。
可以可以。我待会看到你了。这共享了一波，共享了一波一楼大哥的这个 V 十皮肤啊，好爽。皮肤啊。对啊。这一楼 V 十 ，V 十的必须的必须的，他来提供这个。V 十我。对。不过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我们战队。V 十我也永远是他得不到的人。不是，我们战队这个资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呀，兄弟们。这皮肤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就是他上飞了，就是我们这队伍一看就是可以上大了。还剩五秒。嗯。能碰到这么有趣的队伍吗？那真逗啊！哎呦，我都平时都很少打的，就今天，你这嘴巴。那不就是特别的缘分嘛，兄弟们。特别的缘分，好吧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？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不？我跟你干销，你是做销售的吗？他真的吧，真的吧，你真的做销售的。对，我就是干销售的。可以。我的嘴，我跟你讲，我平时啥都不会，就是唠嗑吹牛逼，我跟你讲。你这个嘎嘎的就很灵性，好吧？嘎嘎乱杀，家人。嘎嘎乱杀，兄弟们。我先去帮助。OK， 我下楼自己可以先玩，我自己下楼一个，可以，问题不大。等我这个先学什么？按什么？嗯。哎。先学技能的，充个电先。我准备把充电器拔了，这把最后一把了，要展示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？打出我们魄力。我平时手机一充电玩游戏都特别卡，掉帧，我天哪，烦死了！我都是充满电，就是玩几局，然后现在也快没电了。我来了。OK， 我在卖，我这佯装打不过。行。我装的很像了，兄弟。来打吧，不要脸。必须拿捏。拿捏。可以，我们这波配合不说了呀。OK。他敢打你。好兄弟。OK。这二技能是加盾的。对。来，我给你打。哎呦，快跑！好像不行了呀，好像不行了。打着，没事，不打。没事，可以打吧？可以，我们这一波极限拉扯不说了呀。真是太秀了。这嘎嘎乱杀。太秀了。可以，等我弄。吃个那个嘛。你吃啊、你吃我吃。你吃。你吃。要不你吃。我能吸啊！别，你吃我吃吧。你吃。啊，行，完了，我。行，稳住，问题不大。我回家，稳住，好兄弟。这种雪豹什么都得非得来吃，是吧？我一个普通人不会吃的，知道吧？不行，我能吸，我觉得你吃能多挡两颗子弹，一个意思。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一家人。那行吧，你先让我挡子弹。对。直说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看，他搞我们那个野王的红啊，这能忍？锤他！锤他！可以打吧？打了，算了，可以打了。马哥，马哥在那里，我也打了，我这个蹲那么久。OK， 快，蹲他有点难，可以吗？快，牛啊，兄弟！但是哎，不行，我没后续了，我没后续了。我撤了，先出个符咒吧，先出个复明者。OK， 完了，中路挨打了。没事，我下路压一波，你先去帮忙，你先去帮忙，我下路压了蛮过来。这个谁下来了 ？OK， 我知道。哇，他追着我干嘛？来了，他敢追你，往后拖一步。啊，我都不敢进坑啊，我那我走。可以。绝妙的配合。完美，完了，好兄弟好像被按了呀。我给他勾过来，上。怎么说？来，可以秀他们一波。Nice， 好兄弟。来，打了。Nice， 好兄弟，这不拿捏了吗？来，
咔咔乱杀。那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快点下路，我拆塔了，我拆塔了。是他什么呢？什么你拆？嗯 ，OK OK OK， 我要带头冲锋，我带头冲锋。哦呦 ，OK OK OK OK， 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搞个野怪，搞个野怪，搞个野怪。这个金安东吧。好好。我蛮无尽。我去看戏啊。OK OK OK， 我在你身后，我是你强大的支撑。哎，这好像不太合适，兄弟们快跑跑跑，我们两个打不了这么多人。快，快点。可以可以，撤。就跟着我了。我下路再吃一波，我下路再吃一波，我下路吃一波。我来保护你，就是。OK。当你最坚强的保镖，最坚强的后盾。OK， 拉我一手。来，你们都会给大家问住的，告诉我，我给大。OK OK OK。哎，那谁，那打团的时候谁还没打？是吗？我太大。我拉我过去。啊、哦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来了，我们来推了，我们抬推。我没大了，发凉。没事，反推推太阳去了。漂亮，嘎嘎乱杀。刚才有大，我没大。OK， 没事。他敢打野王。Nice， 兄弟。可以。野王怎么还是二杠零啊？必须上路推了，必须上推。好吧，野王要睡觉了。你看谁？你要睡觉了？感觉野王要睡觉了，他困了，他困了。野王要睡觉了。对。那没关系，下次玩。明天晚上。明天啊，可以，等我。等我，我们先走。拉我一手。哎，我怎么算了算了。我怎么给他了？给他。把红拿了。不，给野王，野王要睡了，让他最后 C 一把吧。那最后牛逼一把。对。你零星了呀，好兄弟！我乱杀了，嘎嘎乱杀，兄弟！嘎嘎乱杀，杀！好，好吧，嘎嘎乱杀！哎，我现在谈好了，让你试杀的，结果没事，不贪那个人头。那个人一时失血跑，我们去哪里？我们去。我不在。随便吧，我跟节奏的，毕竟你作为辅助师队长，我跟着你的节奏走，好吧，指挥一下。300万。OK。普通的一百万，我俩在一起就300万，是吧？你这个打我就拿过来。好，极限距离，哟，集没了。没事。完了，野王。那来，我飞。完了，这一波我先推塔了，我先推塔。行，推。我疯狂推。哎，我怎么给你吗？你点一下。还挺溜的，我们应该。完了，下路。来了，操作，我冲了，我一坑雷没了，操作。漂亮，兄弟们，一波。一波。一波。对，弹弓，一波，一波，冲了，明天可以尝试更多阵容，冲，一波，兄弟们冲 ，nice， 哎 ，nice， 电塔，啊来了，他按我了，好兄弟，我被按了，哦，按的不是我，怎么说，好兄弟，哎，没兵了，兵。怎么说？中路塔。这一闪还跑得挺快的。我天哪！啊，撤！不行了，他们都要活了。我先拿来。OK， 带我飞一波。来。Nice。再拿卡点呢？靠完地形，那不是亏的。啊，必须！把这个暴君拿了，暴君。行，暴君。没钱了，给你放。我抽了个极寒风暴。可以。再搞个步枪征兆。你搞什么步枪征兆？我说你呀、啊。我
我搞的激发风暴，他和那个空调征兆有那个共同的那个什么东西。哪个什么东西？共同的被动，共同的被动。不是一个被动，不是一个被动。不是那个叫什么守护者铠甲？对啊，一个嘛。那不是一个被动吗？你做到不想就不是一个被动了。原来如此。对我一直都以为你让他从来都不做的。不，两个不冲突，两个不冲突。学到了是不是？赶紧交学费。冲了。没事，我来了，拉我一手，哎，比我拼过面，我走了，好兄弟，我活下去。完了，我倒了，可以野王乱杀了，野王。好家伙，一波了，可以，我倒了，一波了，我倒了，好吧，没事，一波了，我们等他，等我一波嘛，好吧，让我也看看这个基地爆炸的曙光，让我看看，我还剩8秒，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，他急了，他嘎嘎乱点的，兄弟们，可恶！我的金牌射手。可以，我金牌射手。我们这是下路创人组。哇，牛！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嘎嘎乱杀！我要王者可以啊！太牛了，太牛了！咱们加好友，明天。行。通过一下。啊，通过。加不了啊！完了，我跟你有最孤独的距离啊！你该不会是安卓的吧？不是啊，我听过的呀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加呀。啊，行。明天。啊，行。啊。9点钟。啊，再见。拜拜。挺逗的呀，他们。挺逗的。